Бакар. Ютуб эт кү.我是 Winga， 从家里出来呢，我已经到了我们的县城，从这里出发到锡林浩特，再坐飞机，转机的时候是到呼市，然后再去上海。非常感谢大家家人朋友们的帮助，我这次能顺利的登上游轮。时间还早，我每次到县城里都是下雨天，时间还早，我去叔叔家蹭饭，今天中午。毁了我的白鞋，给婶婶买的一个晒奶豆腐的东西。爸爸也到了。我老爷有点那个啥不行，你看个蛋，不行。晕车药。晕船晕飞机时候都能用的，就一个晕船能用吗？能贴的晕车晕船晕机。好，这里面有几个，吃好饭了，待会儿就出发，所以准备点东西啊，我再拿个这个止痛片儿，还有头痛药，啊，头痛药和止痛片儿再拿点儿。晕车药我自己有，然后晕车贴和这个头痛片儿都备上了，但是啊，到时候有人需要的话，也可以从我这儿要。我现在已经到了呼和浩特的机场。我这个飞机是经停呼和浩特，因为从锡林浩特直接飞的话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人直接去上海，所以在这里要有一部分在呼市下飞机的人要下，然后我们拉上去上海的一部分朋友再起飞，在这里经停50分钟。那在这段时间，抓紧我们吃个面，都不叫吃饭了，就是吃面。